有点痛啊，有点痛。这边也不顺，玩个王八。他们家莫干辣呀，武器大师，皎月女神配铁男，你是精神病？你们家这么多一批的干哈？你说，我得出魔抗着这把还得。好，全军出击。顶级场倒不用，我们可以拼运气。真的不给王八活路啊，真是没活路啊。等个铁男。要小心，你死了以后远比现在更中用。骂人是吧？可以。这不骂人，我比死以后更中用，不是死了以后比现在更中用。哇，反向操，多兰记，咱已经没用了。漂亮啊，来了，走吧走吧。我第一件来智慧默印呢，来，我到了。来，别怕，我在这儿呢。有技能没有？给一个技能就行。对，哎，我拱死你！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拱他，震了他一下，还行吧。走了啊，去回上路收兵去。呀，哎呀，这老河蟹挡了我一波，碰瓷儿是不是？我真的我是有点无敌了，我吃两路线儿。我觉得我这把可以上高地。我觉得我可以上高地。可能我只是缺少一点勇气。我马上升了啊！行，这武器大师可挺猛的，硬锤我呀！跑都不跑一下呀、啊！
这是个猛男，嗯，猛男，我们把这方 buff 继承一下，也行了。我刚才就一个多兰盾，我要再多点，我刚才要有这装备，我直接把他俩全杀了。我还是先决定先出一个反甲，但是日炎这把我们不要了，我决定反甲科技枪直接走振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可以。Killing spree。本地。如此孱弱的机卡，你可打不过我哟。点烟，我们 buff 又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小子这水银鞋可挺讨厌现的，让我不太好杀他了。武器大师红马上刷了，找到他。别急啊，这波好像可以杀，不行他升了，他升了我们就算了吧。这把武器红拿了，假装往下走啊，其实我们拐个弯往右边走。哎，动力冲刺，打个红。对，反甲有伤害，你玩王八，你说你出个智慧默认，人家不打你，你哪有伤害呀？对不对？别人跑不就行了吗？你又追不上。我们帮中路赶上一波啊！哦哟，跑！往哪里跑？不是吧，他铁男又过来了。兵线帮你推没事儿，你反正你也吃不着，你要能吃的我就不吃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先不着急嘲讽他啊，等凯隐过来再嘲讽他。好，这回再打，回家了。要小心，小心。哦，哎，我到今天我才反应过来，绝地求生的那个小心不是小叮当啊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说他俩声咋不一样呢？我一直以为是小叮当的，你知道吧？
就那个玩游戏很厉害的那个小子。一会儿上高地，那高地是肯定是得上的，挡一个余震啊，别着急。哦，我好疼！这回呢？啊，日常掉线很正常。这个电脑不是那么很给劲。昨天也这么掉，算了，一会儿可能还能掉两把吧，估计还能掉两下，没事，掉了我就重新开就完事了，卡一小下吧，卡一小下就卡一小下吧。我这里边有余震的，嗯，拜拜。干啥呀？你不会以为你能打得过我了吧？我已经无敌了，我要上高地了。嗯，我上了啊。再打个红，然后我们去上高地。十四分钟其实有点晚了，你知道吧，他们装备都削费是有点起来了，都有的都有一件套了，比如说麦干辣就出了个旧霜。走，我们上高地，拜拜。你管我吗？你不管我，你不管我，我继续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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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拜拜。能打过我吗？你不会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？啊！那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你还找我打？快跑！这不行了，这遭到了民愤呢，这不行了，这有点顶不住了，人稍微有点多了。
那我们也不亏，拿了条小龙呢，还打五个肯定打不了，打俩没问题，你知道吧？打五个肯定打不了。对面的阵容不算那么特别的，我们特别扛他们 AP 有点太多了，我上高地就只能随便玩一玩，来人我就得跑。拆上塔吧，拆，对，你们就都在中路啊，直接给你们家拆没。哎，对，就都搁中路。哈哈，你不要以为你一个莫甘娜我就杀不了你，啊？那上路都上高地了，你们也不去，你跑过来找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给你们断兵线啊，兄弟们！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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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！断他们家兵线！莫甘娜要敢上，我们就杀他。现在我有魔抗，我不是没有魔抗的，我还是有魔抗。只要正常打团，基本上我们是死不了的。来，让那小兵打我。莫甘娜，我嘲讽一个，咱们杀一个，挺好。我跟这大虫子的控制简直就是无敌。我给人嘲讽过来，他无论是给人抬起来，还是说给人家沉默，这都可以。小控制简直是无敌。我把他杀了 ，Q 谁呢？这来一个出来，小月，可以扛着吧。我估摸着两点左右，可能还得掉一次线儿啊，大家小心点儿，准备好就行。明天。